你心事为我。
们感谢神保守我们一直到今日，今日是大的一个日子，我们感谢神有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就是我们感谢你赐下的美好的日子，一个报答就在你身上。就是你保守我们，谢谢你。愿神继续的引导。感谢你赐下美好的恩典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，主耶稣，我们继续的这样仰望交托，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
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知道哦，今天是耶稣的生日，让我们一起来度过欢庆他的一个生日。那我们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唱何珊娜，我们要敬拜他的名，要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要感谢神赐下这样的他独生子才来到人间来拯救世人，我们一起高举他的名。我们高举的
配让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了美妙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你降下世人来拯救我们，愿神继续的这样带领着我们，直到我们再次的，直到你再来的日子，愿神继续的保守我们的身心灵，你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壮，让我们每一次都充满更多的信心。愿主继续把时间一下交托在手中，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